小娘子，你要玩点什么呀？啊？都有吧。我要回去。哎呀，他们在外面找，我们在里面找一找。小娘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，我们是女客，你可别乱来啊！去去去去，你还没个枣核长得圆乎呢，抢什么抢？一边去！小娘子，算了，胡人女子果然彪悍，我喜欢。抱歉，嗯，刚才我表妹鲁莽了。刚才推我的人是你表妹？对，她几年前得了猴疾，声音像极了男子，自此羞于说话。原来如此啊，我对表妹一见倾心，不在意这些小节。难得有缘，这样吧，我去劝劝我表妹，看她是否愿意与公子畅谈。极好极好，快去快去。客气客气。来了这么久，一个可疑的人都没有。我查过那个管公司，还有其他的几个闹事公司，关系密切，如果从他下手的话，兴许可以找到些线索。那直接拉回衙门审问不就好了？还不行，把他带走了，那诸葛先生被撕票了怎么办？对啊，刚才他还骚扰楚爷啊？是吗？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楚爷，这样吧，我和小雅先回避，你看能不能？不能。哎呀，这样不太好哈。万一楚爷他，哎，楚爷他也不会受什么委屈。你很遗憾吗，楚爷？嗯。你到底想不想救红鸾树？红鸾树不救，第一枚怎么办？小雅怎么办？小雅怎么办？我是为了你。不是为了他。哎呦呦呦呦！瞧你这手又白又长，你是会弹琴还是会弹琵琶？你不理人的样子还真可爱。这儿人太多，不如我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原来你喜欢这么直接的，那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吧。走。小娘子，你要玩点什么呀？啊？都有吧。狂野！踹够了，踹够了，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吧。好啊！管公子，那人说给双倍价钱加车马费就走。